Hello， 各位 Only Lady TV 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本期的 Cover Star 刘凯威。这个戏除了情感的东西，就是我觉得还是挺虐心的，也有很多悬疑的部分。故事性以外，美术、服装、造型都挺养眼的。类似的几位搭档也特别，这几位是我自己一直都挺喜欢的。跟他们第一次合作，就没想到那么好玩。可能最近这一两年吧，那种类型的比较受欢迎一点。其实还是自己没有说要限制自己，还是看缘分吧，并没有说我每一次都要演不一样的东西。很多时候还是凭个人感觉，到底有多喜欢那个人。现在反正现在我觉得它那么小嘛，还是舒服为主嘛。以前在家里就只穿那种连身上衣的，那现在嘛，长大一点了，可以开始给他多点穿小裙子。关注 Only Lady 全球潮流一手掌握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凯威。